月九日，有媒体晒出霍思燕携儿女现身医院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霍思燕素颜清新，粉色修身外套与深色长裤，尽显优雅身姿。随后，保姆及子女相随，儿子恩亨已长成少年，长相与父亲杜江五官相似。妹妹虽正面，但灵动气质难掩，圆滚滚丸子头可爱至极。兄妹俩似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。画面中，恩亨细心为妹妹挡门，暖男形象一览无余。兄妹俩身着国际学校校服，据悉该校学费昂贵，但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日常开销。霍思燕此次为特意遮挡女儿，似乎逐渐揭开女儿神秘面纱。之前虽有偶遇，但此次更为大方，妹妹在门口驻足，或已察觉媒体拍摄。霍思燕杜江一家曾在美国迎接二胎女儿，花费不菲。长久以来，女儿身份沉迷仅通过恩亨口中得知。如今随着女儿成长，霍思燕或许考虑公开，多次被偶遇带女儿外出，不再避讳目光。尽管女儿的出身仍扑朔迷离，但应理性看待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